二八连假的最后一天，苏花北上各路段都没有拥塞的情形发生，行车还算顺畅。不过一号早晨将近六点左右，北往南的惠德隧道口发生了引车自撞山壁的交通意外，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38岁的张姓男子驾驶着一引车，沿着台九线由北往南行驶，在行经惠德隧道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擦撞到山壁，形成警方在据报之后赶抵现场来处理，而张姓驾驶并没有酒驾的情形。凌晨5:24在台九线161.2K 处年约38岁张姓男子驾驶一引车沿台九线由北往南行驶，行经上述地点弯道处不慎自撞路边山壁，造成一引车车头毁损，人员未受伤，驾驶人酒测值零，持有合格驾照。现场经 警方处理后，于7:40现场脱掉完毕。在228连假的最后一天，一早开始的苏花北上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各路段并没有回堵的情形发生。线上道路观测那北上车流尚未发现有车潮的情形希望用路人有车流缓慢的时候请耐心等候，并注意前后的并注意前后以及相隔距离以免发生危险。这一次228三天连假，车流量并没有暴增的情况，而花莲县警察局也事先缜密规划的交通疏导措施，十个容易拥塞的地点，19处热门景点都规划警力来疏导交通，重要路口也有警察的岗哨随时守护假期期间用路人的交通安全。记者花莲综合报道。